百万巨款突然失窃，让快乐的聚餐彻底变了味儿。今天，一位同乡大哥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女主人突然说，她家保险柜里的一大笔钱被偷了，总额有100万之多。我们这些客人里，难道出了小偷？是谁呢？ 本来挺高兴的，谁也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儿。嫂子，你别着急，不行的话咱就报案吧。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今天订了夜里的航班回老家探亲，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别着急啊，嫂子刚才不是说了吗？钱丢了的事儿没弄清楚之前，大家谁也别走。干什么？想扣下我？哎呦，大哥，您是觉得我偷的钱？ 你这是要去赶飞机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你的行李呢？来，看看谁来了。哎呦，Hello，Hello，不好意思啊，今儿来晚了。咋来了？我订了今天夜里的航班回老家探亲，等会儿就直接从你家走了，然后就不回去拿行李了。啊，行，那你把箱子放那屋吧。 什么意思？哪这儿当大车店了？这外面是怎么了？你先在这儿待会儿，我出去劝劝，这又吵起来了。之后呢？之后，您都闹成那样了，我哪还敢把行李放你这儿？我的车就在楼下停着呢。 后来他把行李放我车里了。晚餐开始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是独自待在这里的，这也许足够他找到保险柜的钥匙。随后，他把钱装进旅行箱，带出了这个家。 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是吗？但是，不等于不会发生。当某些未被节制的欲望和利益诱惑突然相遇时，谁都不能预料会出现怎样的一幕。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过类似的事情，在那些令人惊讶的情节中，隐藏着太多的叹息和警示。 案发地黑龙江铁力，一个行色匆匆的神秘来客，一桩并无预兆的离奇案件，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八里川北屯位于黑龙江省铁力市年丰乡，是一个面积很小的村子。这天一大早，村民马玉才惊恐的呼喊声。 打破了村里的寂静。人那个地下躺着，那地下都是血。循着马玉才的呼喊，村民赶到了张某家里，发现
张某和妻子韩某在自家的仓库里被人杀害。幺二零要到现场内对这个两位老人进行施救，结果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围观的人非常多，环境挺那个，就是挺肃静的，就没有人说什么。铁力市公安局的侦查员第一时间封锁现场，疏散围观群众，并安排技术人员对现场情况进行勘查。经法医检验，确定张某夫妇的遇害时间是在5月11日晚上10点左右。男主人，他是头朝西，脚朝东，倒在这个距离仓房门大约5-6米的地方。女性尸体横卧在仓房西侧的位置，而且身下有大量的血泊。这个老汉呢，头部被打击了12下，有12个创口，而且每次打击都是造成的颅骨骨折，明显是有多处的钝器伤，颈部有浅淡的勒痕。女性死者，也与这个男死者这个损伤类似，头部有这个4下这个打击，而且打击的都比较重，颅骨的是崩裂性的一个骨折。而且同样的，这个女性呢也有这个被扼颈的过程。当时检验的时候，我们就是感觉非要置这个两个人于死地。张某夫妇的家在村里一个相对偏僻的位置，而进村的路只有一条。警方认为，嫌疑人在晚上准确进入现场实施作案，说明事前有过预谋，甚至很可能跟张某夫妇关系不一般。两名死者这个倒卧的位置没有被移动，头部下面都有大片的血泊，就是说两个人被打击后就没有再被移动过，位置就没有变动，没有被抛尸遗失这个情况出现。仓房就是第一现场。他侵入现场，就是应该是从屋子北边这个大门正常进入的现场，其他地方没发现足迹，感觉这个嫌疑人对这个现场应该是熟悉。我们在当时就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熟悉家里人的一个很熟悉的一个熟人作案。这个结论也得到了村民的支持。我当时猜的是熟人，你生人来到这嘎达了，他的为啥就害他呢？这个熟人是谁？报案人马玉才成了首先被怀疑的对象。这个马老汉呢跟他家非常熟悉，俩人这个一起合作养猪干什么？跟这个被害人家呢接触呢比较频繁，而且呢他是现场的第一发现人。经调查，马玉才和被害人是邻居，对被害人家里的房屋格局非常熟悉。两家之间的位置呢，住房的距离大约也就在30米左右。在大家听到呼救赶到张某家之前，只有马玉才一个人在现场，他为什么会一大早就来到张某家里？在大家赶来之前，他又做过什么？警方就此展开调查。据马玉才说，他因为老伴儿去世早，平时一直一个人生活，因为和张某合作一起养猪，两家人关系十分融洽。后来在张某建议下，他就开始在张某家搭伙吃饭。5月12日一大早，他和往常一样来到张某家等着吃早饭。先进他屋，完了，一看屋里没人，就在那块待一会儿，看一会儿电视，灯也亮着。坐在炕上等了很久，马玉才感觉到了一丝异样。他发现锅灶没有点火，炕上的被褥也叠得整整齐齐，张某夫妇二人的手机都放在屋内。难道这对老夫妇昨晚临时外出有事没有归家吗？又等了一会儿还没见到张某夫妇，马玉才一边犯着嘀咕一边走出门去，打算先给张某家的牲畜添加些饲料。谁知道刚刚打开仓库大门就发现了血泊中的被害人。发现了这俩人在里边躺着，地下是血，或者完了就找他们亲属报告了。马玉才的讲述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任何漏洞，但令人疑惑的是，即便他和张某关系很好，
为什么在进入张某家后，不是马上寻找主人，而是独自在房间里坐了那么久呢？他真的是为牲畜添加饲料，才无意间发现了张某夫妇被害吗？我们当时也是针对这个发现人，做了大量的秘密侦查工作，也把他重点的审查一下。然而，一番调查之后，侦查员并没有找到马玉才涉案的证据。这时，一位村民提供了更加重要的信息。有邻居证实，案发当晚9:00的时间，这个邻居陪同这个发现人马某在自家修这个水井，所以最终从这个失控条件上把他排除了。在排除马玉才的嫌疑后，另一位叫陈洪友的村民进入了警方视线。据了解，陈洪友在村外有一块水田，而被害人张某的院子就在陈洪友去田里干活时的必经之路上。案发时正值农忙，陈洪友几乎每天都会路经张某家。摩拜走访的时候说，有人说他这段时间总来骑摩托车。进一步的调查让侦查员更加警觉起来。据村民反映，陈洪友在案发前曾在张某家附近出现过，而案发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而他所骑的摩托车则停在距离案发地300米的另外一个小村子里。他呢，原来呢是因为抢劫前科，抢劫前科被判完刑，刑满释放回来的，而且这个人单身一个人。难道是陈洪友和张某发生了某种矛盾，冲动之下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吗？能不能是他上山的时候，到他那个地里经营的时候，到这儿来想偷这个小鸡儿，被发现了，完了之后实施这个行为。寻找陈洪友下落的行动迅速展开，有人反映曾看到陈洪友进入了附近的一座小山。那个山岭街道当时下雨天嘛，那个一般的车进不去，正好他们森防队有那个山上有森防队扑火队，那个他那有那个车，有那个越野那个扑火那个吉普，坐他那吉普上去，上去找这个人了。见到警察的陈洪友显得有点惊讶，当警察询问他案发前的行踪时，他说自己在5月10日就来到了山上，一直在地里忙农活。他说他再没下来就在山上了。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陈洪友所说是真是假，侦查员围绕陈洪友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家里有一个这个父亲和母亲和他在一起，在咱们铁力市里住，到家一问说这个陈呢，当年在这个监狱服刑期间，中间取保候审一次，这个保外就医一次，说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咋样，说也是跟正常人有区别。家人说陈洪友精神状态异常，不具备作案条件。慎重起见，侦查员又和陈洪友进行了深入交流。这个人呢，后来发现呢，说话有点词不达意，就跟正常人不一样。而且侦查员发现陈洪友身体状态较差，不可能有同时杀害两个人的体力条件。综合多方面的因素，陈洪友的嫌疑也被排除了。侦破工作进展缓慢，八里川北屯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压抑的空气。帮黑天了，就紧忙的把大门呢，是那个小门全都关上了，窗户都不敢开了。妇女、小孩一个人不根本就不敢在家。以前是夜不闭户，最后也是家家闭户。马玉才更是搬到了城里和子女一起居住，想借此忘掉曾经看到的惨剧。现在我想起来晚上都会做噩梦，太惨了。在警方这边，办案人员已经排除了嫌疑人出自本村，而如果这个人从外面进村直奔张某夫妇处作案，其动机很可能只有一个，劫财。因为张某的家境比较富裕，这个人到底是谁？确定嫌疑人可能是从村子外来的思路后，警方一方面再次对案发现场进行仔细勘查，
寻找更多关于嫌疑人的线索，一方面围绕案发现场展开大规模排查，寻找在5月11日曾经进入过村子的可疑人员。案发当晚下过小雨，大部分现场痕迹已被雨水冲刷干净，再加上村民的踩踏，现场勘查困难重重。那么现场比较凌乱，而且这个村民缺乏保护现场的意识，给我们这个现场勘查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和困难。不过侦查员还是有了重要发现。这次呢，成功提取到了这个两枚这个潜血足迹，但是花纹很残缺。经过排查比对，这两枚足迹可以确定是嫌疑人所留，这为未来确定嫌疑人的身份奠定了基础。同时，外围调查的侦查员传回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村口的一家小超市里发现店主安装了一个室外的摄像头，侦查员马上调取了案发当晚的监控录像，果然发现了可疑情况。那么这台可疑车辆呢，在案发前驶入过村头，到过村头之后短暂的停留之后，这台车原路又返回城里了。从监控中，侦查员发现5月11日晚上9:02，一辆出租车来到了村口，随后一名男子从出租车上下来进入村子。大概30分钟后，这名男子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八里川北屯。只能看到人影，就是连衣着我们都看不清。他走出了这个村子。这种农忙的时节，在这么晚的那个时间段，不会有任何这个村民独自这个外出行走，所以说这个人也被我们列为了非常重点可疑的人员。侦查员迅速围绕这辆出租车展开了调查。因为位置偏僻，外界进出八里川北屯的路只有一条，侦查员断定这辆出租车一定会经过沿途道路的电子卡口。侦查员决定追踪这辆出租车的下落，进而找出嫌疑人的踪迹。通过各种卡口啊，找这个出租车，确定这个车号。公路视频中的那个汽车会很清楚，因为车流量比较少，尤其是出租车，所以呢，通过追踪这辆出租车的这个轨迹，最终呢，就是在那个我们火车站附近。一路追踪，侦查员发现，5月11日，这辆出租车是从铁力市火车站附近开出，前往八里川北屯。侦查员很快联系到了出租车车主，问询案发当晚的情况，司机很快回忆起了当时打车的人。案发当时夜间呢，21时许呢，一名男子戴鸭舌帽，并戴口罩进行伪装，前往到案发现场。这个人年龄在40左右岁，中等身材。据司机回忆呢，他把这个人送到村口，然后呢，那个人直接把车打发走，一个人进村了。显然，这名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难道他是从外地来到铁力市的吗？根据司机所描述的体貌特征，侦查员调取了火车站周边的监控录像，很快发现了这名男子的身影。然而，让侦查员没有想到的是，这名男子并不是从车站里出来的。这个人呢，是打着另外一辆出租车到达了这个火车站。先打一辆出租车到达火车站，然后再打一辆出租车到达八里川北屯行凶。显然，嫌疑人在作案前就经过了精心的筹划，试图造成他是从外地流窜到铁力市作案的假象，从而给警方的侦破制造障碍。然而，也恰恰是他的这个举动，让侦查员确定这名男子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嫌疑对象。又重新这个查找这个出租车司机，又找到了这名司机之后呢，这个司机回忆是在这个铁力市的这个一个小区。这个乘车男性事先打了另外一辆出租车，从我们那个铁力市西城社区某个小区出来。当听到这个小区的名字的时候，侦查员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个小区的名字他们非常熟悉。
在之前的调查中，警方确定的一位重点调查对象正是住在这个小区。罗某，这个人呢，与这个死者还有一些这个亲缘关系、亲属关系。妻子是这个女被害者的侄女。警方的调查对象名叫卢玉波，是被害人韩某的侄女婿。案发后，因为警方认定嫌疑人应该是张某夫妇的熟人，所以在村里展开调查的同时，对他们的亲属也一并进行过排查，而罗玉波正是当时的排查对象之一。当时呢，罗某季节白天的时候，罗某都是在农田地里干农活，都不在家。早上起早呢，三四点钟就要下到田地里，晚间都一般都是八九点钟或者九十点钟才能回到家中。前后几次呢，我们呢都没有这个与这个罗某见到面。第四天的时候，我们那个才见到面。最初接触罗玉波时，侦查员就曾经怀疑过他。我们发现这个罗某，中等身材，这个体态那个也较好，身体呢也比较不错，这个而且呢，他这个还是与这个被害人一家呢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调查中，侦查员询问了罗玉波在案发当天的去向，包括说案发当日的这个行动轨迹在哪里，包括说谁能证明，其他的有没有是否跟这个被害人一家有没有矛盾关系，平时的来往密不密切。对于侦查员的询问，罗玉波有问必答，说自己在案发时间段一直在家陪着孩子，没有出门，但言谈间却显得有些紧张。罗某呢，也是说有一些闪烁其词，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包括眼神呢，也是不敢与我们直视。在询问中，侦查员还了解到，罗玉波的妻子一直在外打工，罗玉波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铁力市租房居住，经济条件十分拮据。原来呢做过说这个小生意，但是也都赔了，现在只是全职的，就是说跟孩子陪读，与孩子陪读，平时就是照顾孩子饮食起居，平时在家给孩子做饭，妻子呢在外地打工，支撑这个家里的整个一个家里的日常一个开销。这个人无固定职业，有这个混迹于游戏厅赌博场所这个劣迹。警方安排两组警力，一方面在这个小区继续寻找和嫌疑人体貌特征接近的男子，一方面再次对罗玉波展开调查。调查中，一位与罗玉波非常亲近的人无意中说出了一句话，成为案件侦破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案发前后，罗某有过将近一夜未归这个经历。知情人的这句话彻底揭穿了罗玉波之前说自己一直在家的谎言，也让警方重新将他确定为本案的重大嫌疑人。虽然还不清楚罗玉波为什么会对妻子的姑父姑妈下此毒手，但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罗玉波的下落。我们经过查找之后，他的父母生活在八里川屯周边的一个村屯，叫长山战校。这个人呢，是十四日，他就回到了这个他的父母家。因为在农忙期间他要帮忙干农活。侦查员将这一重要信息细致梳理后，决定在五月十九日晚上对罗玉波进行抓捕。罗某当时啊正在他那个父亲家帮忙送水稻，当天晚上大约在晚上八九点钟左右，混混秘密的把他的父亲家安排了警力。这个如果说直接去抓捕的话，一是影响比较大，二是说给抓捕也造成很大的难度。如果我们大部分去抓捕的情况下，罗某发现我们去的过程呢，他肯定要去逃跑。五月十九日晚上九点钟左右，罗玉波和另外的七八名家人结束了田间的劳作，陆续回到家里。这时侦查员以调查走访的名义进入到屋子里，跟罗某的父亲呢进行这个回访的一些问题进行询问。询问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说在等着这个不引起这个罗某家中及罗某的警惕性的情况下，这个罗呢就坐到靠这个门口那个位置。我说你们也坐沙发上，我直接就坐旁边这个搬个小凳，我就坐门口这儿了。
我不能直勾瞅他呀，我要瞪眼睛就看他，容易把他看毛了。此时的罗玉波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他将没有吃完的饭放在桌上，打开了一瓶啤酒。我说怎么吃一半饭，我说想起喝酒，他都已经紧张，但是当时在这屋呢，这个情况呢还不宜动，因为你这样一动对审讯不利。侦查员的话让本就精神高度紧张的罗玉波神色大变，他一下子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他这借由出去要去上厕所，我就这么一晃脑袋，我下面那俩侦查员就跟我过来了。我说罗啊，干啥大哥？我说有点事儿找你，我车在前面呢。我说在屋里没法说，我说这么早上车里咱唠唠。走出屋门后，在外边布控的侦查员迅速包抄过来，控制住了罗玉波。来，我这边守来。后边，后边。然后呢，随即我们对这个罗某采集了他的 DNA 与这个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比对。通过比对，现场找到的可疑痕迹物证正是罗玉波所留，他就是5月11日夜间杀害张某夫妇的嫌疑人。在铁证面前，罗玉波承认了自己作案的事实。他说在残忍杀害老两口后，先后将锤子、手电筒、血衣等丢弃在沿路的垃圾桶和河道里，然后仓皇逃回了市区的租住地。不过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张某夫妇和罗玉波有近亲属关系，而且又是60多岁的老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罗玉波如此残忍地将他们杀害呢？罗玉波交代，这都是因为被害夫妇曾经说过了一句侮辱妻子的话。你还那个埋汰你这个侄女的，你要是外人呢，你说说，你就说你这自己亲属，你还这么埋汰。张某的侄女就是罗玉波的妻子，那么罗玉波所说的张某侮辱自己妻子又是怎么回事呢？审讯中，罗玉波说他曾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他和妻子于2001年相亲结识，在2002年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你跟你妻子感情挺好的。我们从来不吵架。我感觉他们家一家三口，我以前挺羡慕他家那种生活。然而，案发前两个月，罗玉波的妻子突然离家出走，独自一人去了北京打工。他说他什么原因走的，完了他跟我说是他对象赌博的相当严重，然后他来气了，就一气之下就出去打工了。这个罗某啊，好赌，老婆外出打工了，他输了不少钱，非常缺钱。多年来罗玉波一直没有正当职业，全靠在家里种地维持生计。随着孩子上学开支越来越大，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在这种情况下，罗玉波的赌博恶习无意让家里雪上加霜。里边的那个侄子给统计说是说这一春起外债啥的将近30-40万。罗玉波的妻子到了北京后找了一份月嫂的工作，除了留下自己必要的开支，她按月把钱寄给罗玉波，让他在家陪孩子读书，生活本来会这样一直平静地过下去。但案发前的一个多月，罗玉波遭遇了一件让他怒火中烧的事情。这天罗玉波打算去八里川北屯附近的河里捕鱼，顺路来到了姑父张某的家里，打算借几个塑料袋。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姑父在屋子里正在说妻子的坏话。说我妻子啊，那个在北京说打工，一个月挣10000来块，8-9000的，说上干啥呀？说没干啥正经营事。我认我那姐姐，我俩从小长到大的，她不是那种人。我父亲是特别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就是平时我父母搁家很少，他俩根本就不怎么说话。
罗玉波说，正是张某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让他动了杀心。案发当天，罗玉波喝了酒，一心只想对张某进行报复。晚上9点多，他安顿好孩子，伪装好自己，从自己居住的小区打车去了火车站，然后再次打车前往八里川北屯。当时去就想就是打他一顿了出出气，我就跑了嘛。罗玉波到达被害人家时，先用石头敲打窗户，引出了张某的妻子。出来之后，他把他引到仓房里，实施这个过程。然后在击打的过程当中呢，给女被害人打倒到仓房里了。就是你他这种下手，而且锤锤都是致命的，全是奔这个打在这个要害部位，全是打在脑袋上。不过，因为妻子受辱才杀人的说法，只不过是罗玉波自己的一面之词。被害人的女儿认为，罗玉波的真正作案动机绝对不会这么简单。咱们任何人，咱们能动动脑子想，就是为了那一句话，就是说小杰子在外边挣那么多钱，是不是没干好事啊？就为了这句话，你说那么残忍，那么残忍的杀害两条人命，你说可能吗？被害人的女儿说，罗玉波因为赌博欠下高利贷的事情尽人皆知，债主也多次上门讨要，搞得沸沸扬扬。如果不是因为被逼债，罗玉波的妻子也不可能离家出走到北京打工。在这种情况下，罗玉波杀害老人目的显然是为了钱。他是最开始的目的可能说是逼问我父母，威胁我父母要钱，但是老人为了保着钱就不给他，所以他狠心之下就是动了杀人的念头。不过侦查员对被害人家中存放现金的地方进行勘查时，并没有发现被盗的痕迹。通过现场看呢，你如果说这个人杀了之后你要奔财去的话，你几乎根本就没有翻动屋里，没有翻动屋里，而且屋里的现金呢也没拿走，直接先就离开现场了。杀完之人之后吧，两条人命，你想想任何人杀了两条人命，他有可能说是进不去翻钱吗？也可能就是害怕了他就走了。罗玉波作案的真正动机也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不过不管动机如何，他都将因为自己的残忍受到法律公正的审判。当时这么冲动，这就是一冲动冲昏了头脑。无论是在这个做人上还是做事上，一旦做出过激的行为，是难逃法律的对你的制裁。今天晚上我们几个同乡到一位老大哥家聚餐，就在快结束的时候，女主人突然声称保险柜里的100万巨款失窃了，而我们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谁偷了这笔钱？这小偷的罪名我可不背。是我今天是带着行李箱过来，就在楼下车里，你们谁要是怀疑的话可以现在去检查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100万。干嘛呀？这也没谁怀疑是你偷的呀。检查我可没权利，我也没兴趣。再说了，这钱要是真在你行李箱里，那也未必是你偷的呀。嫂子，你这是话里有话啊。